Hello， 大家好，超久没有来拍 vlog 给大家看的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是来到了马六甲，然后就是到了酒店，我就直接冲凉了，因为外面太热了，黏黏。所以呢，现在就是已经是在这个 Rosa Malaga 的酒店了，然后我觉得很不错。是的 ，Rosa Malaga 远远就能看得见哦，字非常的大。到了后，你就会发现楼下有超大的 parking lot， 而且整栋楼呢都是用红砖制作的，非常的美。到了一楼的 check in， 你真的是看到这整排区的景象，超夸张。而且在这里，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卖一些纪念品，还有一些潮牌的衣服，价钱会稍微的贵一点，但是设计还是很美的。那一楼也会有一个开放式的 cafe， 然后如果你要在那边读书或做东西的话，你也可以 order 一杯 Americano， 都非常的好。哒啦，这就是我们选择的 Deluxe King 房间，就是很 industrial kind 的设计，然后墙上也有超大的，就是我们的房间号码，而且就是很 minimalistic 的设计，非常的简单。而且灯也是无主灯式的设计这样的，所以你是看不到它的灯的。打开窗口，你也可以看到太阳直射进来，而且是也可以看到楼下的咖啡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厕所，厕所是我觉得最壮观的。哇哦，这种厕所我觉得，我的家如果厕所也是这样就超爽的。看一下。这样子应该有的都有啊，罗莎、靠灯吧，就是水龙头就在这种地方，我觉得是最好的。然后这个日本是什么 ？hand soap 啊，非常安静。还蛮香的，那个肥皂。来看一下旁边这个，就是浴室。哇，它的浴室我觉得真的很美，做到就是那种黑色系、白色系的，超棒。而且毛巾也是有超大的一个 logo 在它那边的，看到 Rosa， 好像 Lisa 的 logo 在。OK， 保险箱、冰箱该有的都有。这个水特别，不是特别啊，就是小小个很美，可以带去，你也可以放 pocket， 等下带出去吃东西。这个是它的走廊，好像我就是要去它的gym room。哇哦，超级美的，然后这边就是应该它的 gym room 吧，还没有看到它的 gym room 哎。哦，这个就是它的 gym。虽然健身房的器材没有说很完善，但是燃烧一下卡路里还是算 OK 的。哇，现在马六甲真的是非常的热，但是我觉得这边晚上真的会很好看，因为它的这个顶楼已经是可以看到差不多全部马六甲了。看这样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真的很不错啊！虽然这个酒店它不是在那种马六甲那个中哥区市中心，但是这边我觉得蛮安静一下，然后也不会这么吵，因为离那个 centralized 地方很远。是该有的都有，除了 building 以外啊，还有美丽的风景。我觉得如果你驾车来的话，这边就有油站了，油站在这边了，小
然后再放眼去看一下，可能你们还没有看到，中景你们看，看那个是什么吗？那个是海边哦，所以离海边非常的近，所以可以去啦。但是现在真的太晒了，哇！然后 double 去酒店也在那边，所以你看我后面全部就是这种建筑物啊，所以你可以晚上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晚上的时候。看完了这个酒店呢，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呢？是不是很美呢？那我觉得这个酒店很值得来，而且它有这么多个 reward 这种，所以一定要来参观一下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，然后待会就是我们会去吃好吃的好玩的，还有这边最著名的就是他们的那种娘惹餐，非常的多间，但是要选到好吃真的是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已经选好了，所以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 Let's go。是，现在我们就是要去吃这个娘惹店。这么是很像铁的，很好吃啊！好吃很丑，这是很丑哦。哦，不能喝两次。哦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刚刚吃的那个布拉纳干餐呢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然后我们总共已经吃了175块，还 OK。它的食物真的是很不错。如果你没有吃过牛腩餐的话，我觉得那个是算在马六甲这边挺不错的一个牛腩餐。然后就是吃的那种布拉格罗啊这些啊，所以非常建议大家来马六甲一定要去吃那个牛腩餐。然后 Google review 也是特别多星的，所以。好吃的就是应该他的吧。那这间店也是蛮美。所以刚刚就是去了一下这个中国区，然后看到其实很久没有来，然后看到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那种 entrepreneur 新开的那种店啊，像买咖啡啊这些，还有很多的特别的咖啡店也是有开的，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样化的东西在这边蛮有特色的，来就讲不会这么无聊。 The next day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去吃鸡粒饭，就是马六甲的海南鸡饭，就在我前面。这是一定要吃的一个马六甲食物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在那边。
觉得这个吉利饭其实到处都有，但是要找好吃的，我觉得那一个吉利饭还是算最好吃的吧。因为其他吉利饭其实还蛮贵的，我们这样子吃两个人才36块这样左右，所以还算蛮划算，也很良心的一个价钱，所以值得吃下。那下一站大家一定绝对不会想到也不会预料到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去做 Maggie 面。这个 Maggie 面其实是刚推出的在这一边，所以来马六甲这个中哥区一定要去来做一下这个 Maggie 面给大家看一下。 Let's go。哇，我很丑哎！哇，我很丑。很特别。然后那个安迪也讲呢，他的那个店呢已经是经营超过4代的，所以现在就是他孩子在经营的，可以说已经400年这么有历史的一个店了，所以不参观真的是很可惜。OK，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为止。那如果喜欢这集的马六甲旅程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还有一定要来尝一下这个。越南咖啡 ，sweet coffee，salt coffee， 非常的好喝。所以最后一天我还是再来喝杯。